心里人品不坏。所以呢？所以说他要想分手就分手，想要复合，小蚯蚓他就得答应。也不是这样，经过这件事儿呢，小蚯蚓长大了不少。我本来还想提点他两句，后来我想，我提点他什么呀？平时我这嘴上啊，理论是一套一套的，可是真到自己了呢，你看我跟王百川，不还是磕磕碰碰的呀？樊姐，我发现你越来越有自知之明了。你别闹啊！告诉你们是为了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。谈恋爱啊，如人饮水，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。也不是说犯过错就不能原谅的，所以这次啊，就得看小蚯蚓怎么决定了。